不是刘继康讲错了，刘继康他自己拉也是在这儿，但是他给你讲的没问题，因为你在这儿的时候你就要怎么看着这个球了，三角理论，我你等球到这儿的时候你再拉，肯定是他再往这边来肯定是来不及了，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，但是大家拉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对，哎，这句话说的真的对，每个人认知不一样，就跟你们老是说右脚在前到底对不对，你用了好了，你打的厉害了，你站这儿，你这么站着打球，你这都是对的，明白吧？原来打球没有右脚在前的，教练一看你正站位，你去回家吧。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，也就是伯哥他们打的那个正手力的时代，谁这么站呢？这么站回家吧。正站能正手能跑动吗？谁也跑动不了，正跑啊，谁也跑不了。现在为啥了？时代不一样了，球变了。那现在有的人他就是平着站，有的人他还是侧着站。你比如说一些直板打球，他就不可能平着站。正手好的，他现在打球他也得侧着站。那，你像有的现在，你像龙哥、樊振东他们，包括王楚钦，他现在就是这么站。我拉球也是右脚在前面，因为啥？我感觉这样，我只要把位置身体让开了，我这用腰胯的力量比较好用，我老能用腰胯去别这个球，别不就是用上力了吗？你跟球别上力，它不就等于用上力了吗？能明白吧？所以说我会感觉这样，我一是更好能别上这个力，第二我反手能更快，我俩转换我不卡。如果我这么拉的话，反手过来以后我是这个造型，我是顺劲儿的。所以说你说每个人对啊，其实大家都一样，但是认知的不一样。对，讲出来的不一样。对，刘一康说的没错，刘一康说的没错，很多教练也是这么讲的三角理论，但是咱看一下实际的这个，就是能让大家可能另一个角度去探讨。你可以按照三角理论去拉这个在身前，你看看能不能使上劲儿，如果不能，你再看看你放在身侧这个地方去击球，看看哪个能使上劲儿你就用哪个。对，没有对错。昨天方博他也说了，嗯，他说的啥，他说的都没有错，是啥？嗯，一转腰他的身体是对着这个位置的，在身前也是这个侧面也是身前，对啊，你要说在站直的这身前在这儿打，那怎么打？这打不了，谁也打不了，对吧？是转完以后，这不是三角理论吗？你们是不是说这三角理论它是转完腰以后身体是对着侧面的，所以说这球是在前面，对吧？对呀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说刘一康说的一点，你看你等会儿，你别动，你拉手，拉手别动，拉手你拉开手，来，这是你的板，这是你的腰，你也就是这就是三角。对啊，那你看这是不是刚才孙颖莎接触球的位置？你转过来啊，你看这是不是刚才孙颖莎接触球的位置呢？对，这是你看这是你的三角的吧？嗯，对吧？你转过来以后，是不是这就是刚才孙颖莎他们接触球的位置呢？对，其实真正的接触球应该是在你的右侧，在你的侧面，因为这样能用上腰。对。在前面，如果说你要是不用腰的话，你在前面可能会在前面，但是你只能变这么打，能明白吧？如果说你转腰，它自然而然也是在你的胸前，只是胸前的位置变了，对吧？那不能在这儿了，在这儿的话，这球怎么打？球要在这儿的话，这球怎么打？那是胸前，那不是胸前，那是肩膀前。对，所以说大家把别这个错误理解了。其实康哥刘一康他讲的是。非常，他说的在身前，是他拉完手可能在身前，转完腰以后，你看转完腰以后身前是你的侧方位，所以说每个人认知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呢，他拉球拉的都没问题，拉的都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大家原理其实拉的原理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他认知是这样认为的，他那么认为的。对，其实讲出来的吧，可能说每个人讲法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拉球的原理大家可以看，凡是。有一定的基础的，就是我们这种水平的，基本拉球原理都是一样的。说白了，就包括省队的头的以上的，基本拉球原理基本都差不太多，差不太多。他只要正手别太差或者有问题那种的，就是你正手能算是好的，正手拉球原理基本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大家动作不一样，对吧？他可能讲出来他对球的理解是不一样，但是大致看所有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来，咱把这视频放一下，虽然是炮头龙啊，但是看一下。炮头，你看是不是在侧面？来，球刚要碰板的时候，给我暂停。特福，球刚要碰板的时候暂停，正手拉的时候，来退下重新放。对，让大家好好，我们球刚要碰板的时候停。来，这个。
可能就是你们所谓说的转弯腰的三角，看它这块是什么？所谓的你看板在这儿，身体在这儿，这是一个三角，对，看见了吗？你看它跟球线有多远？你等球再往这边蹦的时候，对，它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又是身侧了。所以我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个身体啊，你转的时候，身体我的侧身体是侧着的，它这个球是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所以说是侧方面的，球要过来的话，我是这么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击球的，所以正确的来说，你们感觉我拉的同时，你看这球已经开始击上点了，击上球了，对吧？这个位置差不多击上球了，对，所以是在身体的侧面。但你们感觉啥？你们感觉说身前，我这么的是身前，是我的身前，你看是我的身前，拉完以后我转过来了，对吧？粘板啊，今天还是粘板，粘板，下单的先拍在前面，一会儿先粘。所以说来，咱们你给我来个接客服。截在一个他正好球碰到板了，对你来说难度有点大啊，来，这个必须给我截上。来停，你不行，要求不够，还是有点远。哎，漂亮，来了，这一下敲键盘敲准了，涨工资啊，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侧面还是身体前面？前面应该在这儿，哪儿？而且这还是原来球的时代，就是应该是在。这发型应该是2013年左右。哪边是侧边还是正面？是身体前面还是正面？我们把马龙的视频请过来了，对吧？你不要请马龙吗？这不给你请过来？对啊，视频不是请过来了。看不见球，这儿呢，来。对。他这拿回去啊？没不用不用不用，不是，球在这儿呢啊，球在这儿。大家看一下，球在这儿，板在这儿，来，他的身前应该是大概在这个位置。身前，来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他现在还没触到球呢，还有一点距离。对，你说再加上他的转腰，他腰又转过来点球，那就是身体的侧面的击球。板是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还看不见。他的身前球应该是在大概这个位置，啊，按角度来说，对，是因为他的侧面。看见了吗，兄弟姐妹们，叔叔阿姨们，没事，被龙队拍一下也是很荣幸的，是对不对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个，就是我所认知里的在身前击球它是什么感觉。来，峰哥，你给我喂个多球。哎，我把球点让到这儿了，你看这所谓身前击球吧，我在这儿去球啊，这叫身前，对，看是不是再蹭这个球，我去再够这个球，因为这儿没这儿，我为啥不收啊？我在这儿击球，我这么一转，我再一收，球打那头去了。等我手挥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这个板型了。但我在身侧不一样，我把腰只要让开了，我是这样对着球的。啊，我是你看我在这儿，我是这样对着球，是不是刚才跟孙颖莎拉跟马龙拉的这一个点？啊，你看我这时候我的腰，我可以放开了转，我可以放开了收啊。我可以放开了转，放开的时候在这儿吗？但如果在这儿呢？对，我就错过我最佳的这个发力点了，和腰的最佳转腰点和手上发力这个点。你再收的话，收我这边的，收我脸上了。这，我操，没法打了，我只能靠前往前推了。怎么去这么够了？是不是？你看我这儿，我可以很潇洒的把腰。像撇铅球一样，我去往外转，把这力往外发，手上夹着摩擦前臂收住就行了。房子，那我微慢点，你给大家做个慢动作，你看看能，就是咱不以拉球拉上球为主，大家看一下哪个击球点是对的。你下旋吧，啊下旋是吧？下旋吧，来一个点在身前啊。对，对，你看、就是、所有转腰都浪费了，对吧？你所有的蓄力啊。只能在这个位置拉的话，那你所有靠这一下的时候，这一下的时候全没用上的劲儿，然后靠这一下最后出球碰了一下球而已，那就等于全浪费了。对，之前的所有都是假的，最后这一下才是触球的。对，这就是击球点不对的。对，在这儿嘛。对，我先拉手、啊。你练拉手完，只能在前面抹。因为我啥？因为我发力这块够不着。如果说我强行发力，会变成啥样？对，就平时大家的拉球。对，就是大轮。那你看，我如果把身体
放在侧面，球点放在侧面。你看在这儿击球上啊，啊看这儿，看这儿，这下正好能耍劲。为啥我右脚在前呢？这样不就更好腰别上这个球吗？大家再看一下，你们右脚在前或者站平，也就是那天我跟大家讲，你的蓄力就是啥？蓄力要把身体侧过来，就是把你的腹股沟、你的右胯往里面转，你才能跟球形成一个这个角度，在这块击球。你看，再看一下，往里面转，往里面转完哈，在这击球，我放完球我不动啊，啊，是不是马龙他击球这个位置？对，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整个的动作跟马龙的动作有没有区别？我跟龙哥看谁先动啊？你看我俩谁先动？不是，他耗你一宿，他视频不动，他能耗你一宿。确实耐力比我强。对，给大家讲的这个蓄力也好，这个击球方位也好啊，大家可以多去吸收吸收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说你们正常想拉好的话，对吧？你想拉好的话，这个点非常重要。这个点非常重要，而且樊延迟老师给大家讲的也很细了啊。哎，你看底下有个球友问正手攻，正手攻，正手击打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我看你给大家看啊，如果说我正手攻点在身前这个位置，上旋啊，上旋位一个，在身前这个位置会啥？我不能往这边打，我不能再往这边打了，再往这边打过去了，在身前看。那我如果绕到身侧呢？你看在这儿，啊、在这儿，你看，在这儿击球，对，腰一变，前臂，哎，看。啊，腰一变，一个前臂，啊，他往这边来，我跟他一合，在这儿，啊，在侧面一合，然后顺着这个球转过去，啊，我顺着这个球再转过去，顺着这个球再转过去，哎，帮一个道理，只不过我把板型亮开了，不加摩擦了，哎，一个寸劲儿，身体绷住，手上绷住，这个就是击打，嗯。